维瓦第一生剪了500多首节奏曲，但是剪双大节就只有1首。好哎、欸，那一定很精彩、啊。但这些都不是重点，因为据我所知，这组演出人可能会带假发上台，毕竟他们的主音都这么熟。好哎、欸，你是说17世纪为了奉承王室掩盖秃头或是头饰而红极一时的时髦产物吗？就是那个后来被视为王室堕落、颓废象征，很快就被历史洪流淹没的东西吗？啊，答对了，就跟巴洛克主流音乐一样，都是为了服务教会或荣耀王室而产生的。但维瓦不一样，维瓦第一样，维瓦第很棒。那假发还是不要戴了，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吴家荣、余力宏跟李昌瑞。
Thank you.